你讲为着要来救失业，讲决定要把原本啊是这六个月啊，就是会当做六个月这短期就业的机会，即马要延长加一年咯。另外讲，有哪有这在野党立委有哪要求讲，会当把这失业的给付，有哪对这六个月延长加看是不是要发放这九个月还是一年？对着这部分啊，这立委今仔又完是表示讲爱搁做研究。四个路这么高，各地求职站来找头路，民众愈来愈多。行政院抢救事件大作战，副院长柯建阳亲身指示，政府设置为期六个月短期就业机会，确定延长为一年。副院长啊，特别召集各部会啊，才是啊，要把六个月呢延长为一年，延长为一年。劳委会表示，去年失出70,000+的短期就业机会已经100%来实行，而98年度要失出的38,000+的就业机会，行政院也只是爱赶紧做，尽量提前在顶半年度执行完毕。幸好民众有头路，才阁讲。李在亚东一再要求失业给付爱对六个月延长为一年，劳委会主委王如贤提出92年各项失业数目甲目前情况相比，认为启动机制也阁在详细来规划。相较于92年。那时候的失业周期已经高达32.44周，都已经8个多月了。那时候的失业给付都还维持6个月，都还维持6个月。所以，我们目前要设定的这个启动的机制，我们还在建构当中。王如贤讲，目前上吊头一步是在本礼拜前进完成立法院长。政治机关会使自行决定，把失业给付延长为9个月或者是一年的条文，文理要更加正确。而在上需要照顾的中高龄加身心障碍者已经确定延长失业给付9个月，就等立法院三读通过实施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天有立委来提议讲，希望这政府会当伫这全国来设这食物的救济站，因为讲即马这失业真侪，有人三顿拢食无饱。另外立委有哪来希望讲政府看是毋是会当伫这中秋这个时阵，会搁当来发放这消费的补助金。在台北市发放食物券了后，现在毛立委提议要以各学校做单位，在全国设食物救济站，至少提供需要的人一顿中道顿。事实上，很多事情如果只有中央来做，地方政府没有那个意愿高度配合的话，它会事半功倍。我们希望能够更成功，同时也要找一些慈善团体一起来努力，可以找学校来一起配合，等等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构思。部长，我们未来规划。除了范围要扩大到全国，内政部康行政院长拢强调，爱康各管区政府搁在进行研究。除了食物救济站的想法，李伟搁真有创意，希望政府在中秋节进前第二届发放消费的补助金。希望在中�求的时候，我们政府再发放6,000块的补贴券，人民来这个自己呢掏腰包4,000块，这样呢来刺激整个经济。目前政府并没有要再发第二次的这个规划，还没有啊。不过蔡委员的这个建议啊，也很有创意，我们一定会请那个经建会再来做一些研究。即卖要救经济、救失业，大家拢希望政府会当做较济，只是效果如何，以及更加重要的钱要对倒位来，行政院拢爱先做拍算，袂当随便答应。记者李小平做台北报道。